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 Hanson， 今天同大家介绍的罗便臣道八十号一座一个 D 单位，售面积是840尺，三房一套相似，连工人好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来参观一下。入到单位里面呢，就已经是客饭厅的位置，业主做了大型的玻璃柜，然后增加空间感。咁由窗外景观方面呢，就望返 IFC 嗰边嘅，同埋西半山嘅景色。厨房依然係一个 L 型嘅设计，咁就会有工人放喺度啦。经过走廊呢，左手边就係第一个浴室，咁係一个明澈设计嚟嘅。而右手面呢，就是睡房，空间感都够嘅。第二间嘅睡房是一个 L 型嘅玻璃，咁啊采光会更加多啦，夜晚亦都会吸到更多嘅景色入嚟嘅。最后就是主人嘅浴室，同样是一个明澈设计。之后主人房呢，就是一个 U 型的玻璃窗，咁就望晒成个中环同埋九龙站的景色，景观是非常之开扬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络。